好，以上课程所有内容讲完了，我们做一个课程总结。这个课程总结呢，我也不想弄很多的那个什么章节啊、标题啊、知识点啊等等这些列很多，然后给大家念啊，这个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之前的内容很多，而且我们讲的也非常细，对吧？那我们课程总结，我们就借助于我们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一开始导学的时候那个图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我觉得从这个图就能看出来我们课程所学的一些什么内容，以及大家学完这个课程之后，也可以通过这个图来去自己做一个验证，看看每一块你都掌握的怎么样，或者说啊，你把这个电脑的屏幕合上，你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图给画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验证你学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讲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我鼠标画的这一块啊，就这一块的内容。然后浏览器发起请求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基础的环境。然后 Nginx 反应代理这块呢，是我们在联调的时候这么做的。其实实际上服务器端也是需要这么做的，就是我们做了服务，我们做了 server 端，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同学开发的前端，当然我们只关注 server 端了哈，我们不关注前端。然后他们实际上线上是有一个 Nginx 做反向代理，所以说这部分你要了解啊，最好是能把课程中讲 Nginx 那块的都熟练应用起来。然后 Nginx 的反向代理到了 API 层，再到了 Node.js 的 server 中啊，我们看一下日志记录啊，这块当时我们是怎么讲的，哪些基础知识，以及后面我们又用哪些框架、哪些工具，对吧？然后路由处理，路由处理我们原生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啊？就要解析 HTTP 的一些什么什么信息，然后才能做。然后我们使用了 Express 和 Core 2的框架之后，它又是怎么能很轻松的完成的？其中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和设计有关的东西，就是说设计模式有关的东西，对吧？就用了框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路由处理我们做得更加模块拆分更加好了啊，等等这一些。然后登录校验和用户信息这一块是涉及到登录的啊，这块内容是比较多的。当然想一下，我们需要用到比如说什么 cookie 啊，什么 session 啊，当时 session 为什么要存储到 Redis 中啊，等等这一些啊，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原生代码中到底是这块是怎么很复杂的实现的啊？我记得当时这块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我们用了工具之后就发现，哇，原来这么简单，对吧？但是我们通过原生的学习，我们已经把这个原理给大家了解了。其实工具只不过是让我们用着简单啊，其实上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还是我们第一部分讲解的时候给大家讲。最后呢是获取数据啊，然后以那个通过调用 MySQL 的存储来获取数据，这就是个简单的模型。当然这是一个 API 的这么一个路线啊。我们课程中要讲了好多的 API 啊，有一些是请查询的，有一些是插入的，有一些是更新的啊，对吧？有一些是什么登录的啊，等等这些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从大的方向和大的模块来总结的话，其实这个图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啊。就是学完这个课程，你要把这个图能自己的画起来，并且讲到哪一块的时候，你都能把图中的每一部分能对应到我们课程中从头到尾讲解的哪一部分，以及我们讲解的原理、讲解的工具、讲解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应用，甚至包括我们讲解的一些为什么，对吧？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用 Redis 存储 session 啊？为什么那个数据要放到 MySQL 中啊？为什么日志要放到文件中等等这一些，我们也讲了很多为什么，大家要通过这个图能想起来。也就是说，我的期望是你看完这个课程能自己画这个图，然后你能写一篇很长的博客来去把自己学会的东西全部都记下来啊。这个博客大家可以发在慕课网的手机上，让其他人去看。好，课程总结我们就到此为止啊，我们就通过图来总结，然后引导大家去自我总结啊，我们就不去弄一条一条的去列了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多意义。OK，最后祝大家学会 Node.js，晋升全栈工程师，也祝大家多多涨薪啊，然后能跳槽到自己想要的公司。课程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尽管的在提问区给我提问。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都会